古洛可能是茉莉安斯比间国色苏格琼哈潘哈格希丘亚西扬有强有名的用心哈格采茶系统来到学生的基础的希丘希望一片高一片好来享受哈格希丘文化的精华欣赏带来精彩的器物费用，无论是亚太企业算基本功，数班按好按二头，生意呢都看到最舒服的。该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哎，加班了，失败了。再学到一些演戏的技巧。有名的用心客家采茶戏团，为了推广传统戏曲文化，苏家屯苗栗十八间国小琼哈潘客家戏曲暑期演习营，后本学生也有机会体验到客家戏。用暑假时间来将自家传统的这个戏曲客家戏的本色朋友来认识，在剩余的时间交给自家。用翻的对联，七十分上文，啊，制作起来对联起来，他家的文化，他今天上有意义的事情。潘天上演的给客家戏曲暑期演习营，有许多家长同学生的支持，今年有400人的学生的参加。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演习，同学校的大操作客家戏曲艺术的集体，享受俺们的戏曲文化。客家新闻用语录，苗栗报道。